哎，我们练习生的报名表呢？给我一下。哦，那露露你看。啊，这里写张露露。你看你是男生还是女生？男生。啊，国籍是中国。啊，来自中国。哎，不是，这么写的话不是很麻烦？有没有什么快捷的方式啊？还有手机版本线上哦，如你看这还有线上版本哎，啊，哇，你看是不是很方便？那这样的话我赶快要报名去当练习生了。想当年我17岁的时候啊，哥也是